偷偷吃完，偷偷吃了。刚刚跟雨婷吃一起吃晚餐。哎呀，冷冷。大晚安。Hello。你好，是吗 ？Hello， 你好。听小王好的。今天穿了，好久没有穿恐龙装了。才跟七七分开嘛，对的耶。我是不是今天穿这样不适合戴眼镜 ？Hello， 还没想到。Hello， 小恩。Hello，Kevin， 到底要怎么念 ？Hello， 落日一笑。哎，小恩。Hello， 维尼。Hello， 佳。今天是不是不是？今天是看起来是有点屁屁的。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是好像忘记充电吧，打不开。Hello， 叔叔 ，Hello， 微微大大。Hello， 风中面嘛，大家晚安。叔叔，我要跟你炫耀，你看我这个刘海是雨晴帮我夹的。Hello Tomo， Hello， Hello 青苹果， Hello 浩浩， Hello， 谢谢小安送的指南针，晚安，大家晚安。Hello 夏姑，谢谢分享。Hello 青苹果。撒旦坦达，为什么我的电脑它都不让我边充电边开呀、啊？谢谢你送的纯洁百合花，谢谢。我今天皮肤看起来很好，有点光泽感。嘿，香菇，嘿嘿，我好帅，你好。今天开三次台，对，这是我明天还会开的。线下聚会，线下，什么意思？线下聚会是什么意思？Hello， 老公豆芽。我今天看起来很夏天。呀呀呀 ！Hello， 企鹅，一起吃饭啊？这么好，原来你跟博婷还有雷哥认识。Hello， 魔。真抽到！为什么我的电脑就是不让我边充电边开机？哦，真的假的？所以你也是佛大帮的，我以为你不是欸。你早上不是穿这件？我早上是啊，我只是把吊带裤脱掉，不然我每次都觉得我好像每次直播都穿吊带裤，有点讨厌，看起来有点讨厌。Hello 一，谢谢叔叔送的蓝色羽毛，正啊，OK， 反正你们就也都认识，是不是？还是你们说好就是手牵手一起去考政大？乐乐好帅。很久，我很少看你讲话耶，还没想到，你一讲就是这种，这是好。Hello。镜子，对对对。我的笔筒被我变成我的放化妆机的地方，反正就是各种笔插在一起，再把镜子插在笔里面，就可以看到我。Hello 一凯 ，Hello 台大全哦，还没想到说啥才好，你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想到呢。Hello 毛怪，干嘛看我自制？我不用敏感性牙齿，没有这个问题。
自制，就是那个我断掉的马克杯，这是我自己画的哦，这是我自己画的。吃饭，啵啵，好的，啵啵，晚安，嘿，晚安。我顶刚回家，大概一个小时后出的。OK， 那是骑车吗？Hello， 同盟，艺术家，没有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我没有那么艺术。我们还有更很多很厉害的，像云爵，阿爵是蛮厉害的。Hello， 鼠子。吵架。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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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可以吵赢。没有啦，加油加油，这才能打报告了。Hello， 侯爵，夏侯爵，大家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跟你们分享我喂迪迪吃，吼、哦，你们讲一个七七都知道，让我尴尬、欸。你们都不行，我很坏耶。可是那个故事真的很好笑，迪迪真的是的那种眼神，就是很期待。Hello 阿当，哎呀当，迪迪很期待，结果，对，我们就先早点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他怎么吃，好不好？草莓酱。Hello 阿当。好的 ，Hello。Hello 乔大叔。啦啦啦啦啦啦啦！草莓酱酱酱酱酱酱酱。Hello 阿尔法。Hello 子环。晚安。嘿。只是肚子饿了，好哦。Hello Hello Hello， 吉泽明步。喂，好饱，我刚吃火锅。Hello， 双眼 ，Hello， 北塘清雪 ，Hello， 富伟哥 ，Hello， 为什么？为什么 ？Hello， 一 ，Hello， 姚 ，Hello， 谢谢小安送的乐，为什么我的？电脑就是不让我边充电，就是坏掉，可是我也没干嘛，我拿到它也没有很久了。晚上大家，大家晚餐吃什么？晚餐吃火锅，好吃。还要关起来啊！我就刚打开。哈哈，你好吃烤肉饭，烤肉饭很好吃，其实我蛮喜欢吃烤肉饭，在市府有一间烤肉饭，在那个叫什么路来着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间还不错吃的烤肉饭。Hello Jack， Hello 夏竹，是吗？那个竹。Hello 晨晨，吃火锅，给饭。下次去吃看看，也要找得到。它店蛮小间的，可是很好吃。不知道找不找得到，你可以找市政府烤肉饭，应该就可以找到。在那个站着吃烤肉那一条，去祖祖那边切到。他跟我同一个时间开，是不是？我跟祖祖打一个招呼，打呼过瘾。他喝过瘾很多哎、欸，他看很多间。听什么好呢 ？Hello， 寒天，永吉路那个吗？那条叫永吉路吗？你
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欸、反正就是在那一条的某一间，他的饭是用机器点的，点餐机点的，这样应该蛮明显吧。那我知道，你有吃过吗？好吃呢。这应该易云吃，我好久没有看到易云。叫宝贝易云。Hello 明 ，Hello 刘乐乐，谢谢明送的玫瑰，谢谢。我以前就是无聊没事的时候会去接易云下课，因为他学校离我家蛮近的，然后就去找他。日华，今天感觉不是无聊，然后也不是就是想睡觉，今天感觉很休闲，每一次直播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有吃过刚查的，好吃哦。直播两台没有，三台，到处浪，这才叫到处浪，好不好？刚刚一个聊得太尽兴，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这就跟我看直播一样啊！我聊得太兴奋，结果十点。为什么我的电脑就是不能边充电边看？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还是 QQ 拿自己当细胞。跟大家介绍今天的刘海，出自于雨晴大师，他帮我夹的。电流出去的速度比充电快，可是这个充电器也是原厂的、啊，不太应该呀，对不对？就讨厌，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花钱怎么样？二楼一直放电，看到我不好吗？那我以后少出现一点。只是说爱你，毕竟他要绿了。我这叫爱成员，我没有在绿雨晴，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是要做散播爱。Hello 天天，很棒啊，我觉得很棒，是不是？我跟你们讲，我明天还是会看到。我会一直看到我的，我把我刻在你们心里面，让你们连做梦睡觉都梦到我。这样还不用花钱呢，这样不用买票进来看洞洞的，他们只要在梦里跟我见就好了。越画越爱，好哦。第五天开始腻了。我有时候做梦会梦到很可怕，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噩梦，就是很怕有一天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我有时候做梦会梦到我什么都没学，然后就直接上台表演，就是 mini concert， 然后大家都会跳，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前面不知道在干嘛。那哎，勾是啊，那也勾喜力。Hello， 陈云诺燕。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很可怕，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没有准备这件事情，很可怕耶。就是 mini concert，、哦、我没有准备，然后就被丢上去，那种感觉，不是，就是这种感觉。Hello， 妮妮。安妮家，拜拜。
你不觉得这种梦很可怕吗？真的很紧张，这是那一首歌，是我连跳都没有跳过。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歌，就是我不会跳的，然后就上去。爱的小爱，居然代课，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很可怕哎。晚安，小爱。还好是梦，对啊，就很怕真的以后会发生这种事情，最近压力很大，没有啊。那我们来聊聊大家的噩梦，大家有做过什么很可怕的噩梦吗？谢谢小爱送的玫瑰。我以前有，就是我会有潜意识的知道我自己抖了一下，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抖，或者是我做噩梦然后被吓到抖了一下，就是已经快要醒的时候，然后躺在我姐旁边睡觉，她就说为什么才抖了一下，她会跟我妈讲，她会跟我，对，我妈，我妈就是她妈，她被吓到手臂受伤。我小时候还有很怕，就是它也不像梦，反正就是你眼睛闭起来会出现东西。而且我有时候睡觉睡一睡会，也不是说睡，就是眼睛闭起来，你会觉得怎么全世界都在晃。倒是会睡到一半抖一下，还没完全沉睡的时候。那是喝醉了，不是，就是你没有，就是你眼睛闭起来，你就会觉得全世界在晃，然后我就把眼睛打开，大概过没多久，因为我要确认真的没有在晃，然后就又再闭起来，因为那个晃是你会晕。哎、啊，你好，王全胜是吗？家里，哎，你好。然后我做过什么噩梦？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那个身体还确认主人有没有死掉。我眼睛闭起来还有另一个，就是我会发现我身边全部的人，他的手是那种圆柱体，他的身体也是圆柱体，他是这样短短的，没有，就是要再更圆更粗。然后他的手也是，然后他们手上拿了一堆橡皮筋，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超怕，他们围着我，然后每个人在交换橡皮筋，可是我在现实世界我不会怕橡皮筋，可是就是没有，是就是很像很小很小很短的热狗，然后就很大，比我还大，然后就交换橡皮筋。我那天是梦到自己在梦中捏脸的，这是梦啊，结果在梦中会动，他说很可怕，你洗不了。他说全民全民今天没有上班啊。我在每次听这几首有点腻，听什么呢？没有，就是我很小，然后他们都比我大。其实梦真的很真实，不是有些梦是你在睡梦中你是有印象的，可是你起来你就忘记，然后在你就可能真的遇到一模一样的状况，你就想到哎呦，我以前有梦过，做过这个梦，开心。恭喜，觉得太熟悉了吧，即使不知道哎、欸，还有勇哥，我有梦过，就是我开了一间蛋糕店，可是我蛋糕店卖的东西都是一些很恶心、很可怕的东西，然后我生意很好，一堆人要买。嗨，又见面了，勇哥。
看来以后要把梦好好记下来。我是没有啊，现在很少在做梦。你们想听什么吗？耶 ！Hello 八五九，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一下睡着，我不会到一下睡着。我每次都很羡慕我妈可以那种一躺下去就开始。Hello 玉安，最近梦都忘了，我最近最常梦的就是那个 mini concert 没有雪，然后就上去了。Hello 玉安，谢谢八五九送的玫瑰。漏什么传奇 B G？ 晚上好啊，妈妈是太累吧？是，感觉今天看你很多次，没有。可能你还会嫌看太多次吗？不会吧，你们不是应该写看太少吗？不是每次都叫我开到11点吗？叫我开到12点吗？没准备好就进去握手会一样，不知道说什么。不会啦，我觉得有进来就不错啊。啥也没有，很多地方没有了。我刚刚说什么？哦，有点像，你都准备好了握手券啊。握手券序号都准备好了，然后你电脑也准备好，可是你在打开那一瞬间发现其实这台电脑是坏掉的，然后你身边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填序号，那种感觉新人加油。 Oh my god， 我超害怕的。哎，我真的觉得我是里面最弱的，怎么办？好可怕哦。大家记得明天晚上8点要体能，为什么是我？那种慌张感，对，其实这种慌张感真的很可怕。现在突然想想，就会好想哭哦，就是有一种你不知所措，然后又很手足无措的感觉，不知所措跟手足无措，不会不一样。我们又不是一组，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比啊。好了，贵仔，谢谢玉安送的看好你哦，不要再看好我。我真的很害怕，怎么办？明天晚上8点哦，大家要记得指定肉肉的雨衣深写，记得到下个礼拜三。平常搬运担当也没有到搬运担当。我跟你们讲，我昨天超夸张的，因为我昨天就早早下课，然后因为我昨天没有直播也没事，就在家无聊，然后我想说我们家那个浴室外面出来好脏哦，然后姐姐刚拿了 一块那个硅藻土回来，然后想说那我把地拖一拖，然后把硅藻土放上去好了。经历我赌你投降输一半，我投降。OK， 哪有，梦辰其实蛮厉害的，我觉得啦。Hello， 保罗，我现在是真的很懒呢，就是能躺我就不会坐着。为什么不是？能坐就不会站着，我最近真的是懒癌，
默契。然后我就拖一拖，想说那我也把客厅弄一弄，扫一扫，顺便拖。然后房间也是想说，那我也顺便扫一下好了，最近看起来地板有点脏，因为我们房间有一块地垫，然后一块地毯，然后就想说那我把它拿出去挂在那个绳子上，然后拍一拍，把灰尘拍一拍，然后喷点那个除螨的，然后就挂好，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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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因为我姐最近说她房间有虫，她一直被咬。Hello， 阿鲁纳奇 ，Hello， 咪咪。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边念。然后我就把他的房间顺便弄一下了。我帮他用那个水烟式杀虫剂。可是我是久久一次才会这样。然后我也换了一下我房间的窗帘，这也是两块并在一起，因为不够大，所以就拿一块非常小，跟一块非常大。现在这块也没有到特大，可是就是。没有之前漏的那么多的，阿拉经济的大树，然后就帮姐姐弄。可是我要关她窗户的时候，发现她的窗户卡住，所以我要出去把她窗户就是弄一弄弄一弄，然后上个油，然后再关起来。你换衣服了？换啦，对呀。然后就是弄弄弄弄弄，然后帮她把门缝塞起来的，差不多都好了。开心，然后把那个我们家床旁边有那个防撞的掉了，我就把它粘上去。换灯泡，灯泡小 case。Hello， 乔大叔，换掉了口袋啊。Psycho Psycho， 可是就是我要这样真的是久久一次，除非我真的看那个东西不顺眼。还好吧，电灯泡不就转下来就转上去吗？还是你说长的，我就拆拔下来就插上去吗？明天看好你了，不要太看好，拜托，不要放太大期望在我身上。日光灯管的，日光灯管是什么？你说一根的吗？是拔下来就插上去啊，不是吗？还有小雨。我都会修马桶了，电灯泡算什么？不要，我真的会让大家失望，大家不要。Hello， 小雨，可以修理水龙头吗？水龙头，你是说哪种修？我只会洗水。就是我们家水龙头装上去，净水器，我会把它拆下来，然后摔一摔再整回去，就这样，顶多这样。水龙头喷水，我会。让我妈修，我不会管她。之前不都修马桶？对啊，可是水龙头不行，我只会把水管拆坏，然后装不回去。真的，我们家厕所的水管，在我们来这间房子的时候没多久被我弄坏，我装不回去，太好笑。水管堵住了，会水管堵住我会，我以前就是比较避一点。总开关，不知道哎，没有这个困扰。Hello， 泡芙大叔，居家杀手，是的。我们家之前洗衣机太旧，所以那个水管就一定会堵住，所以堵住啊，导致就是有些东西，我们要把水管拔出来，然后让水通。所以我们家以前那个洗衣服的地方都会淹水。电的总开关，电的总开关我知道在哪。谢谢今天大师送的打娘娘，谢谢泡芙大师的追踪。可是我是三 C 杀手，就是我姐以前给我取的绰号。然后，因为就是要把水管拿开，东西才会水才会下去。可是因为拿开，你就没有办法把脏东西堵住。所以他找东西会堵在水管里。Hello， 悠悠 ，Hello， Jeff。
会折断键盘吗？不会，蛮想试的。我们想试试看砸电视。哦，我最想试的是砸酒瓶，就是那个电影里面不是感觉帅耶。然后就是卡住的时候就在那边研究，他为什么会堵住？不就那样吗？为什么可以堵住？然后就开始拿东西吐他这样。然后我以前会就是。Switch 是不是很危险？所以我姐不会借我带出门，会拿那吸管把它剪倒插，然后就塞进去，再拉出来，然后就看到一堆头发这样，干净的麻烦。你知道之前我有看过，有地方是专门在发泄情绪的。Hello， 卡卡罗特，就是它可能电视，然后它算多少钱？然后一个酒瓶10块钱这样，打盘子，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超想去的。有啊，对，就是那个。可是他，我记得他好像在哪，他在哪里啊？忘记了。攀岩，攀岩是什么？俄罗斯。好想攀岩哦！攀岩运动什么意思？这么突然吗？好想攀哦！虽然很突然，可是我好想攀。我以前有爬过。攀岩其实还蛮疗愈的啦，就是你到上面也会很有成就感。好想攀。Hello， 小易，陈品，陈品，给你一个眼神，自己体会。哇！有人可以接一盘岩洞？为什么？为什么攀岩可以 ？Hello， 阿姑姑，你好。Hello， 你好，我是 AKB48TeamTV 的一起身材柔肉肉，欢迎追踪。打球之类的，你不认得我了吗？你是谁？谢谢泡芙大叔的追踪，谢谢。诶，泡芙大叔刚刚不是已经追踪了吗？听说没吃过，嗯，送你口罩，谢谢博翰送我的口罩。Hello， 阿米。我再按一次退追啊。好。谢谢保罗送的，看好你哦。你刚念过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哪个账号？哦。什么东西？哈？什么？谁？嗯？有啊。谢谢阿敏送的玫瑰 ，Hello 豪哥。怎么我记得有一张，我也有记得。我其实一直很想要攀岩，可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攀岩。而且攀岩你要穿。是是是是。羊，为什么今天要叫安姑贵呢？台北很多吧？攀岩吗？还是砸东西？砸东西没有吧 ？Hello， 坤坤，我直接送露露，这样不行啦，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我可能会被抓去。没有啦，只攀岩。攀岩应该没有，因为攀岩是蛮需要场地的。说实在，讨喜气没有安姑贵，我不喜欢，不好意思。我当太子鸡也不行。杨姐，谢谢博翰送的医用口罩。没有，我比较喜欢杨姐。我比较喜欢杨姐。
耍啦。不要为了我吵架，不要为了我吵架。早上不是在小清汤，现在已经晚上了，已经晚上了。大家晚安啦，今天上班辛苦了哟。好啦，阿华，偶龟壳，我喜欢偶龟壳，我是跟鸡类小胖妹。我一直觉得我的脸在变胖哎，你今天跑了几台？两台，加我三台。记得收洗脂罐，怎么感觉今天整天看到裸子？因为我一直都在你心里。无力干嘛呢？就是一直觉得我的脸在变胖，那我就来开一下瘦脸好了，开到最大。没有啦，我们关起来。没有把酒，明明就刚刚好。到完了没有？到没有？都好不好？我就只去了一个地方，刚好那里有两个人在开直播而已。我以为是那个漏姐，会变很尖。我刚看到你，没有看到吗？肥脸功能，开给你们看。Hello， 鸡风酿，最大，最小。你轻轻吹下来的风。再开一次，大家小心看好，我们再开一次。露露变瘦又变这样，笑吧。大家晚安呢。总感觉好像有什么很多话想跟你们讲，可是不知道，反正就是爱你们。露露变瘦又变亮。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就是有些话想讲？好的，哈兹卡西，为什么哈兹卡西？没有哈兹卡西，不要哈兹卡西呢。就是你们有时候就是很爱一个人，然后就突然好像心里有什么话想讲呢，好难开。有话直说，哇 ！Hello 冰果，有没有在口难开啦？我爱你们就是爱你们，我爱露露，这样对吗？你好像画那个雨伞一样，他在前面，在他前面反而不知所措。罐头好花，会吗？只要是吃我都爱，是你我也爱。说什么都没关系，真的我也真喜欢一波了。哈兹卡西的部分吗？好想去435哦，好久没有去了。是他们不是有那种可以玩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抖什么？我的打灯那个一直在抖，铜玩，对啊，它不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借铜玩，可是现在有开嘛，现在应该3不50，爱要及时。435在板桥有一个活动中心，他说你要去玩沙，我吗？我上次说的，哎，我之前我不知道在哪看到我跟我妈去435拍的照片，文艺特区。还是你要去玩沙？要，我上个礼拜天才去白沙湾，真的是有够了呢，有逼的人，真的超冷，冷死。Hello go go go， 而且那个风大到，这是比那个夕阳还大，夕阳那个这不算什么，很会冲哎。不是说很会冲，是那天刚好就是不想，不是白沙湾，浅水湾啊，我说错了，对不起，我每次都把白沙湾跟浅水湾讲错。
晚安，新鲜柠檬。浅水湾，浅水湾都是水，白不是，浅水湾是算海吗？还是算淡水？是算河对吧？阿乐成人，还是淡水算海？淡水河吧，是。潜水湾，对，就是潜水湾。Pictures on the sky， 有湾都是海啊，真的假的？淡海，所以它是海。那淡水河是哪一条？这是都是水的地方，我都觉得是海，还是有沙滩？有沙滩的才叫海。耶耶，你们有想听什么歌吗？给你们听。你两岁以前住淡水，好哦。会通进大海。那有消波块的呢？可能是。可能是有，突然忘记他叫什么，什么啦什么啦什么啦，反正淡水是河，浅水湾是海，种植区，那个是那个屈原，海景第一排。没关系，是什么不重要，反正就是有水，你们只要知道我去了那里就好。没人想听什么吗？什么中文歌之类的 ？Sugar may go crazy， 耶、yeah! ！我看就知道啊，很咸的就是海，啊不咸的就是河。啊，我下次喝喝看。现在去做材料，做什么材料？那是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我的教学用的哦，你可以挂听。印在我的嘴唇。Hello， 弟弟。谁收根？却又来的陌生，却遮住了将你心儿，诶，将你心儿在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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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了将你。啊，我把两首歌唱在一起，是不是？千年了，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那前几天我去学校，礼拜二，然后啊不是，就是昨天，就是我去学校，然后我就跟同学聊到唱歌这部分，然后他说他最近有去学，因为他唱歌不好听，然后他最近有去学那个去上唱歌课，然后他就说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唱歌不好听，哦对啊我也知道，然后就是一直吐槽他这样。数着一圈圈年轮，
还好啦，还好，没事。同学，同学可以接受的。他会吐槽我啊。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我歌声轻轻认证过，应该 OK 吧？怎么你是之前握手会看着握着七月手对他唱歌是不是？今天你要嫁给我，修改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谢谢西街你们送的口红，谢谢 NDD 的分享。一定是命中的，你自己在唱歌，那别人在干嘛？大家听你唱歌是不是？谢谢日华送的 love， 其实我觉得谢谢保罗送的荧光棒，谢谢。完了玉安，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绿草地没有做得很好，对，看我唱歌，期待你的厌世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厌世图？柠檬主题好，我好像没有听过。Hello， 飞镖。我要看什么厌世图？放弃挣扎，看着我。我唱趁早，然后改歌词。无畏风雨。我之前有听过一首歌，我很喜欢。什么来着的？要放一句。哇，我想找那首歌。那首歌很适合送给我所有爱的人。电脑跑很慢耶，为什么 ？Hello， 石雅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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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Hello， 小五。这首歌叫做《只是太爱爱你》，我很喜欢一句歌词，叫“是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是否还能遇见你。突然腰很酸。今天为什么官方要破夜是照可以哦？七七出去吗？七七？没有啊，我跟七七解散了。好累，不想洗澡。不行，你要去洗澡，你脏脏。Hello， 翠翠。今日的相遇也是前世的缘分，难怪我就是一直说我之前跟国树是前上辈子是仇人，没有啦。明天你不是运动会啦，你听啊。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最好的给你。谢谢宝宝送的 kiss 啾啾下下，提示能对的是提示能。
都不要不要。我喜欢面面的趴在椅子上那一张，其实我比较想要靠背的那种。抓到，叔叔，叔叔你给我出来！小贝，不是小慧，我疯掉，叔叔，叔叔，叔叔。就其实对，所以对。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不变成伤害你。其实我。这样，这我拍的夜市照没有太，没有很有自信，对。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Hello， 小叶。而且我那时候拍完我回家，就是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就是。跟姐姐讲说我想重拍，对，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之后出来会变成这样，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反正我没有，可能还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吧，虽然我不知道拍出来会变这样，说不定很棒。再听一次。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一生的勇气，只为能爱上你。忘记了。Hello， 凯沃。哎呦，反正那时候我真的每天都在想，就躺在床上，时不时这个问题就会跑出来跑找我。我不想要想，它也是会跑出来，对。讨厌。其实我之后还是就是有跟姐姐开口说，我想要重拍，可是姐姐说其实还好啦，还好没事，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可是我在一直跟自己讲说 ，OK OK， 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体谅一下他没要钱就睡着了。没有，姐姐说就是，我想重拍，他会给我，就是他会给我重拍，可是就是，哎呦，又不想麻烦人家。收手，收手，说，小辉你疯掉。真的是，我就往下滑看了一下，想说这个人。是你的头就特别明显，就我真的有时候就好死不死，就是会去看一下，然后刚好就看到。干嘛？干嘛？想和你疯掉？干嘛？我的还没出你就这样，是不是？是不是？我没有滑手机呀、啊。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
就是有夜视照的部分。我觉得看电脑，对啊，看电脑。我觉得布丁拍的不点 IG， 因为我刚刚看，他说完了看到的。所以我只想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没有啊，只是刚好看到，跟我说一下而已。没有，我还是要爱舒服的好吗？舒服知道的。我喜欢布丁的第二张，蹲在椅子上那一张。然后我喜欢面面趴在椅子上的那一张。谢谢 APG， 谢谢 PG 送的口罩。你的会跟七七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99%的几率感觉会耶。也是到凑 CP 的时候到了。李俊，我还是爱着你，你还是很注意，我不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一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只爱上你。哎呦，反正就是我很怕。很怕，超怕！谢谢叔叔送的精灵的翅膀，谢谢。没有的好听，没有的好听。爱了车灯，之前发落粉丝骚扰、哦，你现在没有被骚扰是不是？大家没有发现你是谁吗？不可能啊！不怕，不行，我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我那种感觉是越来越怕，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来越没有自信。我操！爱你，无畏人海的勇气，用尽一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太高，你只是嘴巴飞哥哥，没事啦，我知道你就是这种个性，我知道你就是这种个性，其实也还好。谢谢叔叔送的蓝色拥抱，谢谢。其实我不太会唱，我还是爱着你。你现在长得帅，别吵。多少称赞一下云子妹妹，才会不会啦？人家应该都是固定好。谢谢本丸送的 love， 谢谢本丸。你最喜欢面面哪一张？都喜欢，我喜欢面面第二张。本丸，你喜欢第几张呢 ？Hello， 巴布 Jack。这我唱不下去。你要的钱那都会花成空。我没有看错吧？不是豪哥哎、欸！我刚刚看到哥哥谢谢豪哥的时候，结果是陈皮。陈皮，谢谢你！你喜欢布丁的，真的假的？我喜欢布丁的第二张，也是蹲在椅子上，完全不是厌世。他的配声，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拍摄应该是我算我蛮适合的一个主题，可是我却在就是没有把它发挥好，所以让我很失望。欢迎哥哥，谢谢 Chucky。 Hello 配声， Hello 毛良。我的生命再煎熬也不能抽离，眼神呼吸无法忘记，我还是爱着你，你还
失了初音，我还是爱着你，看不见我的你。会吗？等你的出来我看看。哎呦，我就觉得没有很好嘛，就这样。肉哥下一单给签名。哎呀，压力太大了，不要，我不要跟你们，我不要跟你们约定，跟你们约定压力太大了。那我就无法进步。Hello 龙龙，我期待。你去疯掉啊！你期待。你期待我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怎样压力大？我不要跟我约定。我讨厌这种约定。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了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我想问我自己吗？我现在在家，什么约定？你我约定了，难过的时候不许哭，不行。打开前进模式吧。因为你刚刚说下一单给我签嘛，可是这种事情也不是说对就是那样。我看到了，谢谢你的提醒。嗯，我觉得晨晨风吹的那一张很好看。感觉今天就三个而已，没了。要改 ，OK OK。这就对话了。期待期待。就你也就三篇，就跟平常升写一样，没有好勤劳啊，不是辛苦他们了，不是说这样，就是应该是固定三。我刚发现我讲错话，不行，把爱姐姐姐就爱你。要是想家家就照这般过下去啊，那会多快乐。惹啊。谁会抢着说实话？爱不是般家家就要忘就忘，像大人一样。要是我掉眼泪，那是爱不是筹码。小心下次姐姐不帮你修片，不要。谢谢小五的提醒，叔叔我还是爱你的，只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好死不死，就是你可能今天不会看显示，可是刚好那天有一天突然你想看显示，就发现。什么我同学追踪我之类的那种感觉，没那么夸张。想着说实话，不是能假假。嗯，这句话我讲不出来。豆金眼的双马尾，哪一张豆金眼的双马尾 ？Hello， 梨窝，李黎的窝传奇，你好，打是情骂是爱。你们双马尾出来了，什么东西双马尾？你说生血吗？斗鸡眼双马尾？什么是斗鸡眼双马尾？没有，确定？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这里蛮多人都有听我讲过这个故事的，可是我可以再跟你们分享一次，就是一单
经也，那张是你最早放 IG 的那张，到底也哪一张？哪一张？就是之前一单的时候没上，然后那个握手会，大家都说期待我下一个上，然后我就会跟大家讲，好的，我一定会跟上的。结果他没上，我自己就是打击很大，然后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决定，确定，我知道啊。在现实，然后那时候雨晴明说：“你赶快上，你赶快上。”而且那时候我二单其实就是很蛮迷茫的啦，说实在。叔叔说我们的枫叶，我那时候跟叔叔还没有到那么熟啦，说实在，阿姐好正哦，大家有滑手机，对不起。呵呵，大家有滑手机，对不起。我还记得那时候三张评比，我自我介绍讲到哭。也没有在哭，我忍住不哭。这样，我以前没来直播，没事，我们都认识，好不好？斗鸡眼，现实有吗？没有啊，我啥时斗鸡眼过了？没有啊，我没有印象哎。最早放的那一张，最早放的哪一张？双马尾斗鸡眼是什么？晚点来看。好，哪一张啊？可以专心工作吗？好的，对不起。那我去换口气。好的。好看的吗？对，我讲到哭。或许是我没有斗鸡眼，可是看起来像斗鸡眼。再给唱歌，谢谢小哥，谢谢好歌手麦克风。你不是要去洗澡吗？不是，你刚刚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洗澡。不要洗澡，赶快去啊！谢谢好歌手的麦克风，谢谢。我那时候真的讲到哭哎，你想一下啊。伟哲，伟哲，你什么时候去当兵？伟哲，你抽到什么？一直问，一直期待你去。啊，反正那时候就是很迷茫。感觉很不礼貌。要跟乐乐道歉，没事，不用道歉，不用道歉。不要，你没有错，你有来就好了，好吗？就算你在十点进来，也没有错。OK， 没事的，大家以后不要跟我道歉，你们没有错，除非你们真的做错。我是想不到你们可以做错什么了。大家要露出什么？出正常。我把每一次评比的自我介绍，我都因为我都会打在记事本，然后都留下来。要露出什么？什么？你们在说什么？没事，不要错，弟弟没有错。像今天雨晴讲的，爱的也是我们，没有错，好吧？对喽，我的爱。
你知道吗？然后我因为我把它打开，然后它的字显示是我决定露出，然后你知道断字断的太奇怪了啦。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还微笑忍耐。已经发车了，等你回过头来。我这里看起来不像满十八岁，真的很不像。Hello, hello 学长 ，Hello 凡 ，No， 刘学长，听说你今天晚上吃火锅，晚安妞妞，又又又又又，六六，你有听过斗六的笑话吗？我知道，因为我在你身边安插了眼线。要做坏事我都知道。叔叔你不要跟他讲啦。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还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最好有对我好啦。说你这次有没有指定我的声线？绝对没有。我觉得黑眼圈是不是有点重？很会许没有啊，刚刚香菇有讲，长得我好像变态一样，我不是。我有哦，有什么？阿德勇哥，原来是加点豆皮哥豆皮的孤哥爆料。好的。我来不及说声嗨，你自就从人海开，才踮起脚尖。那你有你有去那个吗？付钱了。那个 VIP 的部分，什么笑话？斗六的笑话，不要抱歉，我要在这里打上，不要跟露露对不起，你们是有原因离开的，好不好？等我想想，好的。叔叔真棒耶，有奖学金，成绩一定很好。叔叔一起抽包书，还不错啦。大家想听斗六的笑话吗？香菇回来了，这没有斗鸡眼呐、啊，这没有斗鸡眼，没有。那个其实那时候是我很无奈的站在那，然后就刚好被拍下来了。就是呢，大家你们看这是几？这是二。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个1314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耶！耶！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一直换了没有？那个是耶，这是六。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总说时间还很多，这是斗六。这不是这个斗，是手部的斗。我跟你们讲这故事呢，是从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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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流传到了现在。我每次问人家说你们听过斗六的笑话，我都已经把斗六讲出来，这样就不好笑了。说实在的，谢谢 NDD 送的掌声鼓励。谢谢明说的眼睛夜障中，但我还是笑了。这从很久以前就有了，电话震动中，开震动模式。来洗澡，来洗澡，快去啊！
非常好笑。哎，拜托，我可以因为这个让人家记起我。就有一次去看某一个乐团，就是认识的这样，然后因为很久，也不是说看一个乐团知道，就是那个我们公司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尬音乐，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团叫做那个，我忘记了怎么办。秋雨乐，然后在第一次维亚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这个笑话，然后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很久之后，我们就有一次我跟雨晴逛市集，然后就看居然是他们呢，然后就想说看一下他们的表演，因为我还蛮喜欢他们的音乐的，然后我只是丢个垃圾经过他们，他就看着我，哎，你不是那个肉肉吗？然后就居然记得我，好荣幸哦，那然后就看着我记得啊，斗六，然后就哇，太好笑了。斗六人没有，是另一个斗，不是这个斗。开花梗我输了，什么是开花梗？谢谢高桥人送你心机怪，奶糖笑话是不是？不是。哎，博翰，你不是在忙吗？哦、，flower。抖六我想，然后那天他们就唱一首歌，我忘记什么了，反正就是是台北，台北，然后后面他就把手举起来，然后就开始抖，是抖六，然后我就会在下面一直笑，你不是那个抖六，对，他们会这样讲，然后看到我就抖六，大家拍照的时候也会这样。想念是会呼吸的痛，下次带一包肉干来抖，可以让你到你感的歌。没有啦，那反正那天就很好笑，啊、就在他们就在台上表演呢，就抖六抖抖六，超好笑！我记得我有录音，抖六抖六又是另一种故事了。手机不是有那个慢动作模式嘛，然后有一次开着慢动作，然后拍着我的大腿，然后我就这样踩了一下地板，然后就影片播放看，然后就哇，实在是太棒了吧，那个抖是这样。然后那时候口角也已经快好了，看到自己的肉抖成那样，这个嘴巴开一个太大又裂开，超好笑。Hello， 佛提，听说你今天晚餐吃火锅。来一个都要讲一次。今天播一首什么东西？裂开一个痛，超痛，超好笑。然后那时候我给大家看那个影片，大家也觉得很好笑，大家应该被我飞到笑了。今天大腿部分。你没说你也会软弱，对呀、啊、我知道，部队锅好想吃哦。怎么啦，我们到底说什么？哎 ,Hello, 迅雷，还有今天大叔，不好意思，我家电视没有，我家没有装电视。我最近很喜欢韩式，我记得我一个礼拜可以吃三次。依然是会呼吸的痛，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嗨，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韩国料，对，就是韩式。我只喜欢吃锅，最近很喜欢吃锅。谢谢博翰送你用口罩的哈，博翰你要自己留一点，不要都送给我。辣炒年糕，哦，年糕哎，刚吃火锅吃不下，带回来五个。汤豆腐多呀。Hello 林，你好。我很好奇，为什么要人在没电视？其实我从小就是家里都没有装电视，他们不让我看第四台，所以就把电视拆掉，把电视台拆掉，拆掉之后又把电视拆掉。他们以前把电视台拆掉，我还会自己装回去，厉害吧？反正就是那个线，这插插那插插就可以看了。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好啦，我很辛苦你，谢谢你啊。会不会夸张太大？不会。我刚刚说什么？哦，对，有一次很久以前我们吃饭，就是我想想有谁，我，然后平涵、果果、杰、雨林，好像是吧？还有谁？我忘记，反正就一群人。谢谢博听的掌声鼓励。然后就那一天吃完饭，突然就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哎，请问你是平涵吗？”哦，是这样。他说：“我很喜欢你们。”他就喜欢他们而已哦。然后就走过去，很期待他叫我。我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他说：“对，我不知道。”那很久以前，一年前。超小的，谢谢博听众的掌声鼓励。我跟七七弟，他们两个最近很好。他们组一对，我可以。你看我有学长，你看我有，我有。好了，以后遇到你，我知道你就是那个短头发的嘛，那个1314到底是什么？嗯，先收2000，都是女神级别的，对啊。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夜长梦很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Hello， 尾鱼你好，打20就会有了。打20是什么？谢谢保罗说的一锅棒，谢谢伯尼说的掌声鼓励。对保罗不熟，保罗不熟哎，保罗多多讲话呀。看你会来呀。哎，好啦，我第一次看到冰冰问我，你认识我是谁吗？我说不认识。晚安，你好，尾鱼。我有看过尾鱼吗？传单那天，那时候其实我也不太认识你，说实在的。20这个数字就觉得是什么？哦，为什么？没理由爱不到结果，欢迎欢迎，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别一直打，为什么？夜长梦很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哪里啊？你就不要想我的疯掉，明明你也还爱我，明明又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不可惜啦，之后还有机会。欢迎欢迎你，尾鱼，可以追踪我。没关系，不勉强，不勉强，我随便说说的。欢迎大家来 ，Hello QQ 男子，
可以常来，让我多多认识你们，你也可以追踪我，那就不必了。就是要勉强拿出魄力。嗯，不太喜欢勉强别人，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勉强嘛，对吧？六月就结晶的一个嘛，什么东西？是为了更美好？对对对，平行时空，我们梦里我，好不好？还不用花钱。那明天追踪我的歌。对啊，现在可以拿那四十万追踪，因为你想的话可以啦。我很喜欢呀、啊，喜欢什么？追踪了，这么快的吗？我记得学长，你上次西门町是有拿你的牌子，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拿牌子，我认不出来。那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对吧？为什么我们梦里握，好吧？还不会，还会，我不确定哦。谢谢高小珍送的，不知道。西门町怎么说？就是之前发那个啦，发传单的时候。把二七生传单走，谢谢高全送的这个新这款，多多认识。那养乐多的呢？什么东西？多多认识？哦，好哦。你居然拿我们传单在后面写你的名字，你有没有丢掉？没有吧？那署名是你的，你丢掉会被发现哦。刚好遇见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轻易做掉远远的你。啊，No，怎么呢？谢谢高晨晨送的口红，我要找一首歌，那叫什么《旺福》来着的。谢谢高晨晨送的好多口红，希望这些口红真的可以变成我的口红。下一次我会，为什么不会？拜托，这不会行吗？不行啊。好的，拜拜。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哭吧，哭吧，笑吧。你谁？我肉。今天播到几点？要播到十点，这就办了。那个哦，不行，不要，我没有那么厉害。当你空气，什么东西？我想，我觉得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可是我忘记什么。我找一下。我们先给你们听一下。我之前有播过。下春你离合。谢谢博婷的分享，谢谢学长的分享。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他那个是用画的，那个 MV 是用画的。谢谢高桥晨的分享，用画的。然后是一个咖啡色头发的阿乐玉超。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被你换真心。Hello, Juno 的粉丝，这个范围好大，他是画的，然后是就是一直在下雨，然后成员一个慢慢过来，然后安慰他。反正那首歌我很喜欢那个意境。这首歌我会唱啊，因为是豆浆广告。我之前有播给你们听过，一定有。
是我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还有子阳啊！哭吧笑。啊，找到了！好朋友应该做的巴勒斯。嗨，子阳 ，Hello， 小飞象帮忙。实际上弄到我们空气，没有，没有，越夸张了。哎呀，微微大大，好了，我要来念今天的心里肉，长喽。等下我们可以再来唱这首歌。我知道，他才没有写，我看得懂。我虽然考得很烂，谢谢日华社的掌声鼓励，谢谢博天的掌声鼓励，谢谢春雷的欢呼。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 XB40 TTP 七岁的蔡荣乐乐。现在是来到我们心理动画时间，现在时间是2020年4月15日的晚间9:33。Hello， 大家微信有足球兄弟掌声鼓励，辛苦了，就大声哭吧，反正我们都是。等一下，一定要暂停，或者是换歌，不然我会被那个。带走，谢谢微微大大送的果子，谢谢微微大大，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哦，辛苦你。好，今天没有姐姐，我自己喊一二三，为大家献上今天的第一碗肉汤。人生所有变化都是练习，那也是对于成长的妥协，试图拥抱差劲的短处。有些缺角可能在等待另一个美好的人事物来帮你填满，你不必时时刻刻那么完好无缺。我再讲一次哦。人生所有变化都是练习，那也是对于成长的妥协，试图拥抱差劲的短处。有些缺角可能在等待另一个美好的人事物来帮你填满，你不必时时刻刻都这么完好无缺。好深奥，就是你不必时时刻刻都这么的完美。好，拍手，耶！哦，因为我们要献上第二碗肉汤了，谢谢保罗送的掌声鼓励。很糟糕，糟糕到难以入睡。他虚荣、残酷又自私，却也时常感到这世界依然很美好。他朴实、善良又真诚，别只觉得绝望。这世界，这是什么字？等一下，对不起大家，有点 NG， 对不起，我看一下哦。
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字，怎么办？看起来像底。线上国文老师，怎么办？写一下我看。很尴尬，可是真的看不懂怎么办？我把它抄下来，我把纸放在上面，然后描下来。不是不是不是不会念，是他写的我看不太清楚。蛮像的，露露国文老师，看得懂吗？底对吧？是底，底，底对吧？这什么字？是不是？好，好，好，重来，重来，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一二三，啪！收。不管不管他怎么念，好，好，不管不管他怎么念，好。这世界有时很糟糕，糟糕到难以入睡。他虚荣、残酷又自私，却也时常感到这世界依然很美好。他朴实、善良又真诚，别只觉得绝望。这世界大抵永远是复杂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全部的真相，义无反顾的站在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侧。哎呦，我有没有在认真听啊？傻眼。发生事故。所以没有人听我讲吗？有人在笑我不会念吗？不是我不会念，就是看不懂。我再念一次，大家认真好不好？收回来，念一次。这世界有时很糟糕，糟糕到难以入睡。他虚荣、残酷又自私，却时常感到这世界依然美好。他朴实、善良又真诚，别只觉得绝望。这世界大抵永远是复杂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全部的真相，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喜欢的那一侧。反正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去做。Perfect， 最好是的，最好是义无反顾站在露露这一侧。有明明就是义无反顾的站在露姐那，谢谢华生的掌声鼓励，谢谢邱敏生的掌声鼓励。为什么？怎么今天这一晚露汤看起来比较难动？是不是？我大家感觉不是点点点，不然就是请问。算了算了，可以行，没关系，我已经看开很多了。我以后都不要洗露他，反正你们女生露姐推嘛，不完美孩子，可以等下来听啊。难过哎，说不定他等下会回来。
心情真的很糟糕，闭上也不想，可是偏偏就是走不了。Hello， 你洗手。真的很重要，可是有件事情更重要。自己写写看了，不要。我不是会写出心里肉汤的，我不会写出肉汤这种东西，写不出来。你洗手。这首歌也献给大家。哦，你如果想哭就大声哭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出生就在哭啊。哦，你如果想叫就大声叫，别害怕，哭完就好。我知道啦，你洗手啦。他刚才我念，我不给他念你洗手，他生气了吧？他跑掉了。谢谢柏青色玫瑰。原来好像真的很重要，可是有件事情更重要。他是歌词打错了，而且可是他唱但是，可以试试看生活的小点滴。他也是了，没有。哦，你如果想哭就大声哭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出生就在哭啊。哦，你如果想叫就大声叫，别害怕哭啊。这只是人生的一小段路，我不一定能把你接受，但是我不会让你自己哭，我会一直等，等到你都哭完。是一出生就在哭啊，如果想叫就大声叫，别害怕，我会陪你直到天亮。哭吧哭吧哭吧，笑吧。嘿，大家，这首歌结束了，还不错吧？我还蛮喜欢的这首歌，真的。它的歌词第一句就是：有的时候忍耐很重要，为了不让别的人知道，心情真的很糟糕，皮不笑肉也不笑，可是偏偏就是走不了。阿帕尤吗？什么意思？阿帕是什么？唱完再加上，就全部讲出来就是加上。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的。哦，你如果想哭就大声哭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出生就在哭啊。哦，你如果想叫就大声叫吧，别害怕，哭完就好。Hello， 米小走。忍耐好像很重要。可是有件事情更重要，当你没有了依靠，至少要对自己好。
流点眼泪没有什么大不了啊，不是，流点眼泪有什么大不了，这只是人生的一小段路，我不一定能帮你减少痛苦，但是我不会让你自己哭，我会一直等，等到你都哭完。哦，你如果想哭就大声哭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出生都就在哭啊。你如果想叫就大声叫，别害怕，我会陪你直到天亮。哭吧，哭吧，哭吧，笑吧。I love you so so。我们来听。别害怕。谢谢日华出的戏剧馆。大家哭，哭吧。我记得回唱。如果想叫就大声叫，别害怕。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升起沿途休息的地方，但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他唱太低了，我不能这么低。Hello， 阿如。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梦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他们好低哦，我刚刚前面有声 key， 你有感觉到吗？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你却总能捧我在手掌，为我遮挡未知的那些风浪，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不叫你的愿望。我没有在 key 上耶，怎么办？中，诶？我不完美的梦。我唱我好怪哦，为什么？唱听雨间，雨间，雨间，雨间。这首歌真的是一直都这么的好听。我觉得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就是最喜欢三首，就是那个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叫什么来着？然后不完美，影子跟刚刚那首巴拉四。听见的离开。我在某月某月醒过来，欢迎回来。听见，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月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快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爱着爱的号码牌。突然想唱一首歌，我是谁？你好，大家听过吗？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各种花色人鱼狮子。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关系、各种人类选择。飞得高高远远，越靠近的那些人，就是个小兵的味道，心就好，喜欢就好，味道。越变越小，越乱越小，快要死掉也很骄傲。你我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条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飘进雨里，飘进心里，接受生命。你们可以去试试看，这首歌好难唱啊。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丑的、旧的、新的，各种各式各。好了，我们来唱这个。快呀，你呀，秀来秀去。唱一下好了。礼拜一唱过，先跳。对，超讨厌。日文不好，我气不好，气一直不好。你看我前面三种跳的那样。没敢说的。大家唱起来。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可以呀，地下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天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的天。啊，唱这个，我是卡的，我好坏。啊，唱这个。我钟神唱的歌。
其实我会认识这首歌是因为我姐，有一次我姐在唱卡拉 OK， 然后问我妈要不要去，然后我就也跟去了，然后就听了这首歌。哎，这是蚊子大姐，大家要不要看？超大只的。超大的。一支草，一点露，因为乌白母嘛无较早，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啊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 ？Hello， 吉平 ，Hello， 晨晨。我陪啊陪想你，咱何时才会当？哎呦 ，Hello， 小杰乐。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只春风对面唱。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只你茫茫嘛明暗暗。让你来做我，我的一生交乎你来活，只有你上适合。咱的人原来是天注定，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呀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黏啊黏甜甜，我陪啊陪黏甜甜。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只春风对面唱。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只你茫茫，我明暗暗，我明暗暗。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只春。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只你茫茫，我明暗暗，我明暗暗。你那个，大家应该会。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享受，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头号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默契好都没话说，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我在鼻塞了。我七号的话说，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享受，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的最
新鲜的感动不用预告、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多好天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刻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多好天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默契好的没话说、哦哦、只要你对着我就点头默契好的没话说是吗真没听过啊真的真的假的认真吗那、啊、你有听过什么歌做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刻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头号天使没错你好的没话说、哦、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伟韵几岁我想问人家会不会他直接问会不会没礼貌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好都是我麦克风哈我好像自己有一只假的麦克风高二嗯有可能没听过啦布丁喵 Hello 谢谢好歌手的麦克风默契好的没话说怎样那我找一首应该你会听过的豪哥等级我超过了豪哥多少哦87呢是在鼻血巨蟹座哎，巨蟹座的朋友怎么突然又没有问你哦你有180哇哦希望你听过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我爱你我很喜欢如果你没听过那你今天听我唱了你就会听过了这是洛洛喜欢的其中几首哦哦哦哦哦哦真假的好可以去学巨蟹跟巨蟹很合快点巨蟹朋友 give me five谢谢叔叔送的蓝色拥抱当你低着头看见了什么雨水倒影中一定有彩虹当你在黑暗忘了怎么走有颗星星为你闪烁失去的那些风景至少都留念过大不了歌名这首歌叫我爱你就留在下个路口天明是几月啊你是一只鱼和冰雪的飞翔让音乐向往深蓝的海洋你是一棵树和你照着风它会带走你散落的哀伤曾经梦想也曾经选择遗忘这有没有金牛的巨蟹跟金牛很合哦谢冰哇哦你是否和我一样跟我一起大声唱你情哦哦哦哦哦无所谓又会怎样无所畏惧的奔放来了冲阿凯无所畏一起哦哦哦哦哦我们是彼此的信仰我们的爱无法隐藏无法抵挡巨蟹跟狮子也蛮合的巨蟹跟好像听说跟摩羯没有那么合
可是我觉得还好啦，巨蟹跟每一个都很，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但是我从别人那听到。你是一只鱼，何必学着飞翔，让一眼向往深蓝的海洋。没有，好像天蝎，反正就是某一个。摩羯不可能，我跟我妈很合，有吗？也没有办法很合吧，我不知道。曾经梦想，也曾经选择遗忘，选择疯狂。你是否和我一样？ Yeah! 跟我一起大声唱，一起哦哦哦哦哦，无所谓又会怎样？哦，是天蝎哦，那就是天蝎。Hello， 天冬，跟我一起去流浪，一起哦哦哦哦哦。我们的爱无法隐藏，无法抵挡，无需伪装，无所畏惧的奔放，一起去流浪，一起哦哦哦哦哦，让世界回荡，我们的信仰，一起大声唱 ，Yeah！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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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谢谢尾鱼送的礼物，谢谢叔叔送的尾鱼，谢谢亲友都送的礼物，谢谢。巨蟹跟双子蛮合，其实双子也蛮跟大家蛮合，因为双子会交朋友。水瓶我不太清楚。谢谢阿凯送的蓝色拥抱。我刚说了哪？其实我觉得啦，我跟每一个都还不错。谢谢尾鱼送，谢谢叔叔送的礼物，谢谢尾鱼送的礼物，差他十多天生日，我说那个小爱跟我同天生日，狮子是不是很难搞？没有哎、欸，我觉得要看哎、欸，其实人家不是说处女座很难搞吗？我觉得处女座也还好啊，没有难搞啊。谢谢小爱送的蓝色拥抱，因为人家是没有关系那个好哦。我跟林姐很好，看不出来吗？我跟那个前辈，我们有去前辈同一天。高月阿姨，你怎么现在才来？在这音乐的路线待十几。处女啊，就在同一天，好哦，晚上。他也会觉得人生没意义。不能忘记，不能放弃，梦想在这里。One, two, three, go！ 他爱喝 lemon tree。啊 ，lemon tea，lemon tree 是什么？好啦，大家都同天，大家都同天，大家都同天。骄傲屁，骄傲、哦。好喜欢听说有你在。有没有跟我同一天？只要开心，天天都是生日，好不好？我跟你同一天。好啦，大家都同天，大家都同天，好不好？都同天哈，我刚刚还要说什么来着？对吧？十九生日，真的假的？我没得到，谈就比我的我没得到，是吗？是这样念吗？对，从今天开始，大家都是七月十五号生日。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谈就比我没得到，是吗？
错，我今天学的。耶耶啊耶！哦，我要跟你们讲啊，这只鸡不知道为什么它不会叫，它可能它的支气管被拔掉。没有，我真的觉得其实也不要太新的感，就是大概大概。然后呢，今天超好笑，因为我跟雨晴逛街，然后就有那种发传单的，他就一直在揪，弄就是听一下十分钟啊就好。可是雨晴在吃药，然后雨晴水打开，刷开干嘛涂了？直接还有叮当说 ，Hello， 几颗 ？Hello， 透露脚，好久不见。然后就打开，然后女神就跟他说不要，他说为什么不要，然后就在那旁边不讲话，然后那个人就会跑来找我，你干嘛都不讲话，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女神说他是哑巴，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是对不起，嘴巴空气的安静夏夏，嘴巴很有突然的关系，嘟嘟，嘿，阿姨，谢谢诗雅游的追踪，兔宝宝，我想的，反正就是我今天只是在等雨晴跟那个男的讲说，他不会讲话，嘟嘟晚安，我是香的。我是香宝宝。最怕回忆突然翻过头的臭臭宝，我是香的，你自己说我很香的，你有说过？有说过，我记得哦，记得哦。差不多要关了。三枪吧，对嘛？你明明就说我是三的，哼！每天洗澡当然香，谁每天不洗澡？今天开好玩，还好啦，所以要赶快关啦、啊。没有等到你。为了祖祖要不要再延长？不行，他如果在十点进来还差不多，对。可是他十点关了，祖祖跟我，不是，祖祖不是叔叔，是祖祖跟我开差不多的时间，八点到十点嘛。我现在是瞎子好吗？要等肉姐，我不要等他，或者是他已经在家，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好了，大家拜拜。撑久一点。好呀，我等下被关心怎么办？我会害怕，而且祖祖不知道不见了。谢谢千尔东送的蓝色元宝，这有人说拜拜，好开心哦！你们不说拜拜，你知道会怎样吗？强制把这台关掉。谢谢叔叔送的 love， 应该要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然后就会被关台。撑五分钟，祖祖祖祖拜拜，谢谢豪哥送的麦克风，谢谢全民送的麦克风，谢谢叔叔送的礼物，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拜拜，拜拜，真的是还没恭喜大家分念排名，拜拜，你可以看回放，大家都录我知道。拜拜。哎呀，思密，叔叔，小慧，我疯掉，拜拜。